有立刻降温的冰凉毛巾，也有补充水分的运动饮料，还有消火解热的中药茶饮。这两款茶是我们中医师特意来调制的，安心和气茶，它的特点是两点，第一个是增加抵抗力，第二个是强肺。时值酷暑烈日炎炎，天津慈济志工慰劳650位环卫工人，亲手送上了清凉物资，表达感恩。防暑降温的药品的挑选，我感觉非常，就是每一个物品都是真的走了心，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我的快乐。除了送物资，也一起唱唱跳跳，增添欢乐，也期待能够有更多善的回馈。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也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。温暖。大新闻之声美职工郭金宝，天津报道。